台北市大安银发开心农园，享受乐活还能做公益。在这里你会感觉到大家对演艺热爱，然后对自己身体健康都是很好的事情。柿饼上的白粉是什么？该不会是发霉了吧？因为柿饼在脱水晒干以后，它那个柿饼里面的葡萄糖果糖会渗出来，会溢出在柿饼的外面，它形成一个白霜。衣服粘到口香糖了该怎么办？当衣服布料沾惹的口香糖了以后，我们可以使用白醋来破坏它的粘性，进而达到清洁的效果。蒸汽火车达人林松雄打造仿真火车模型，推广台湾铁道史。我做出来的东西呢，能够当这个科学教材，这个就是我最高兴的成就感。后青春有够样。